但是花木兰已经在中路清线了。哎，苏烈这个大招被龙给拍断了。但是这边一拳上去一个，开始打人，哪吒进场，苏烈拿了暴君，这一波 RNGM 溃败了。对，诸葛亮大招没刷出来。啊，又顶到墙上，哦呦，这个伤害，四个残血啊，这没办法收割，一个没死，零块。对，诸葛亮没法收割啊。这还不敢拉，哦，这个现在打不了呀。对，瘦身一个人顶在前面，自己两条命。哎呦，这一脚踢到墙上，但是还好，伪装也没大，被拉进去了。这个大招再出场也有点危险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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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苏烈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对，这个容错率太高了。装备毕竟还是好啊，这个下路我觉得这波如果安吉想打的话挺危险的。对，硬拆，放了是比较好。一脚踢到墙上，但是苏烈装备很好。苏烈啊，死了之后再站起来，队友点灯了。这 RNG 要是再打的话，站起来满血，绕后的换掉了星辰，前程也是没有办法。再看一下，再拉回去，可以。看到一笑，前程也停，前程破军，一拳上墙打到的是。这波 RNG 想打，胡子没打，达摩是没大的。大区就一拳给你拉开，一下不能一小走在前面扛不住啊，芈月伤害太高了。哪吒飞进来，硬开，一大卡住中路，退着打，根本不急。动员卡在前排，伪装在中段不停的输出。火火一个拉，前程没进场，现在就是看谁先死。如果伊恩，哎呦，如果杀人了，伊恩进狂一状态就能打。二技能没勾到，要撤了。这一波闪现进场拉到两个，后续出桌打不过，打出减速。闪现一技能，诺言这边直接逼退了暴风瑞，这应该一波了吧？对，这应该是一波了。来看一下上路，哪吒虽然是撤了，选择带上，但是中路的团战已然崩溃，最后诸葛亮被击杀在了自己的上路高地位置，中路的兵线进到了水晶。来不及守了，恭喜 Estar Pro 一比一战平，恭喜。不撞南墙，这边诺言已经到达五级，但这一波一大少人。先挣起来两个，暴君先被抢到了，成绩收的，等级上全面领先。雨季这一剑两个全部打残，装备大招没开出来，这一波还有复活，这还要打吗？不敢打。火力点灯了，大招一直憋着，憋到最后没开出来。这边是切了个中箭，啊，还是看烟，再拉回去，还是看烟的玄策打这种机动性的一个支援。中路的一塔破掉了，你瞧这个大招吼出来了，吼到墙上，拖了一点时间，哪吒开大招，这是包吗？会打吧，过来了。曹操让后芈月没大招撞回来，用方向线还有大一下，有大了。这是不是有点？这波强打，头有点铁啊 ！RNGM， 寿神再站起来，二技能拉回，还在输出。这寿神再站起来怎么办？这边一人在输出，没有人中间这个大招，给了自己一个盾，打飞起来还在追。这边芈月配合队友再次击杀到这边的张飞，一人被动没了，再推。那个是不是太凶了？不是，而且看苏烈比赛就很爽，很爽。打桩机，这个我感觉要限制，还不一定。没有有大的，还能复活的。诺言有危险，但是重剑在里面继续在扛，贴进来，但是还是被这边的张飞杀掉。兽神被打出被动，然后烟的百里玄策没有刷出自己的狂意来，这没算他死啊！这芈月又无敌了呀！再一剑，哇哇，收回去一波。有可能要猝死了，强拆了，能能强拆了，能不能勾得到 A 龙？开的太快了，强迫水晶。让我们恭喜 Estar 战胜 RNG 2-1，恭喜。